桌子姐姐，你知道洗衣机怪吗？啊哦，这件衣服太久没有洗了，好臭啊！我们一点一点把它洗干净吧。哦，一下子洗完多好啊！一下子洗不完，而且洗衣机还会坏掉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脏东西都放进去吧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干干净净，开始洗吧。说过不可以了，给我打扫干净。兔子姐姐，小心大坏蛋！就用这台洗衣机教训兔子姐姐吧。哎，哈！洗衣机为什么不能洗那么多的东西呢？啊，什么声音？啊，洗衣机不活了！救命救命！你想干什么？洗刷刷。我是洗衣机怪人，看起来好酷，可是好害怕呀！亲爱的主人，我来了，一起去惩罚乱用洗衣机的人吧。遵命，主人。惩罚！原来是大坏蛋干的，快点去告诉兔子姐姐。就是这样，快点想想办法吧。可恶的大坏蛋，我一定要抓住他，拿回我的洗衣机。启动超级飞船，开始行动！啊，跳泥坑真好玩！嘿嘿嘿，他们看上去根本不爱干净，一定不爱洗衣机。没错，那就给他们一点惩罚吧。遵命，主人。呀，大坏蛋，快住手！超级洗衣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。洗衣机，快变成原来的样子吧！不听不听，出来吧，我的衣服。糟糕，衣服也变成怪物了。水渍有了，炫闪激光。可恶，我又要再洗一遍了。变干净变干净，充满力量吧。衣服怪物兔子姐姐发起了攻击。趁机扔进其他东西，洗衣机就会停止运行了。兔子姐姐把泥巴弄在衣服上，脏了脏了，要洗干净。啊，就是现在，大石头，洗干净再对付你。洗吧洗吧，充满力量。我的洗衣机怪，主人再见。你给我等着。我可爱的洗衣机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的。请看下一集。